已经退了吧？已经退了，但是还有很多，非常的多。OK， 好，这些你看到的都是 OK， 这些好，全部都是。那大腿这边的话，面积更大。OK， 好，那么。两只脚这些色素的沉淀，像是爆开血管的红点布满全身。他是新北土城广川医院的营运长，健检都合格，身体好得很。好，两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直接倒下去。五月施打 AZ 疫苗第一剂，第一次发生血栓，在办公室直接晕倒。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一阵非常严重的胸闷胸痛，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没有意思了，大概就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脑袋空白。对，我甚至都不清楚，说我已经整个人跌倒在地，头也撞到了。OK， 你不会感觉痛？没有，就是那么瞬间。然后呢，我其实那时候已经这个断片了。OK， 那么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就是因为院长就在身边。量不到脉搏，也没有心跳，院长立刻推他进急诊，直接进手术房装支架。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电脑断层看得到阻塞的情况。可以看到说我到这个位置 ，OK 哈，基本上已经堵塞了。原本不通的血管，血管打通了之后，是这个样子。我就看得到它的纹路了。对，血影就是整个通下去了。在显影剂下，血液顺畅流动了，看得一清二楚。好，进行急救的时候，也再度证实，好，这就是 STEMI， 好，它的致死率是非常的高的，在大概三月份，好，一直到五月份之间，我们常听到可能有第一线的警察，好，就突然倒地或者是一睡不醒 ，OK 的这种情况。那么我的情况就非常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对，营运长五月正忙着医院清消和清空，可能多重的劳累，加上这时施打 AZ 疫苗，在第20天急性心肌梗塞。当时国内正传出 AZ 疫苗打不完，剩下22个工作日，算一算，一天至少要接种将近8000人才打得完，否则会有将近80000剂，大约45%的 AZ 疫苗预期报废，引发专家质疑：难道扩大开放是要让国军来消化打不完的疫苗吗？凤梨没有消，叫国军开始三餐吃凤梨了。猪肉，美国猪肉没有消，现在来猪哦，美国猪肉也是让国军吃了，然后疫苗打不完也要叫推国军上去打。哦，国军是没有，这个我们保家为民的，不是你们的垃圾桶吗？没有，没有。陈时中挂保证，绝对不强迫，但军中的服从体制恐怕不是阿中部长说了算。优先接种族群，如果说没有打完的话，可以赶快开放给全民接种。说穿了，现在 AZ 疫苗施打率不高，就是因为民众对疫苗没有信心。专家建议，政府应该要采购好的疫苗，远比扩大施打对象还来得重要。到此到现在，做过了这个堵塞了之后，我的心肌实际上已经是受损，而且是不可逆的。我随身就会带一个血氧机，一般大家可能量的话，正常只在95以上。我在95，晚上比较安静的情况之下，我是94、93，然后甚至到91。那有昏迷的感觉？没有，但是就是觉得会开始觉得有时候，手脚会有点麻 ，OK， 麻麻的，那就有点缺氧的这个情况 ，OK， 好，所以呢。你看，现在又往下掉94了。血氧浓度94以下就要进入警戒，90以下就要送医。就在那个位置上，就在这边。对，同事们都吓坏了。从鬼门关被救回来后，陆续去装了第二根和第三根心脏支架。他说后遗症还在持续，恐要一直吃药。也许有人质疑，已经打了 AZ 疫苗第20天才心肌梗塞，不见得和疫苗有关。但营运长说，不打疫苗的确并不会造成一连串的后果。根据统计，截至9月14号，疑似接种后不良事件共7181件，严重不良包括死亡共3373件， AZ 占了2479件，莫德纳786件，是莫德纳的3倍。打疫苗死亡774件 ，AZ 占了599件，莫德纳162件 ，AZ 占了7/7。但数字背后的悲伤家庭，卫福部 VICP 竟然一件都还没有开会审议。也许真的轻忽了对疫苗的风险的评估，所以呢，先给老人家打的结果是老人家发生了对。
这个死亡或严重不良反应的情况特别多。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掩藏不住的。新加坡是临床医师在治疗你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做判断，你这个东西呢疑似，非常的疑似，他就赔了一个月如果说是死亡或是对生命造成威胁或是造成永久性的长战的话，它是新加坡币25,000元。如果是因为接种疫苗而造成需要住院而且住在 ICU 去治疗的话，就是10,000块新币。如果说你得到了比较一些过敏反应可是需要医疗的介护，你到医院去的话，而这个情况是跟注射疫苗有关的话，他就直接拨给你2,000块新币。所以目前是跟台湾比起来是非常宽松，非常宽松，而且速度很快。我们是叫做救济赔偿，它跟我们民法传统民法的损害赔偿是不一样。审议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要代替法官来做各种的思考，而是纯粹要根据我们这个受害事故的立法理由找出说有打过针的人发生不良反应，它两者有没有一个关联？如果有的话，那就国家有个定额的赔偿方法。凡是大内宣有超前部署的政府，在攸关人命的补偿会议却是一拖再拖。疫苗受害民众必须主动向地方卫生局和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 VICP 提出申请，已经有民间律师要组队。如果受害人有不服审议，将带领民众向法院提行政诉讼。不止中天在监督，监督的力量全民用力监督，监督的力量出马克杯咯，相关产品在中天快点购就可以看得到。专题报道你只要在 YouTube 打上中天电视，上面有首页影片播放清单，你只要在播放清单点进去，上面有很多我们的节目哦。监督的力量专题报道就在里面，点进去就是我们团队制作的深度报道。另外在头条开讲频道也可以看到监督的力量，六日还有中天调查报告的专题上架，一起用力监督政府。你可以在中天成为会员，每个月小额扣款就是实质帮助中天继续走下去。